天合肥的美食一姐管姐啊、哦，带我来吃好吃的。哎，就是后面这个远程饭店，管姐这个饭店味道怎么样？我的妈嘞！我带你去吃到人家正宗手的货式的土菜。管姐说的什么我也没听懂啊、哦，合肥话太上头。带你是爽啊！就是好吃啊，嗯，看菜点是吧？哦，对，我家是看菜点菜。有什么推荐的呢？推荐的菜的话，我们就是合肥土菜。嗯，这个是什么？鱼类，我们这是预制鱼泡。这个黄鸭鱼，嗯，和这个预制鱼泡在一起做炸鱼锅。那我就点一个炸鱼锅。嗯，好的。啊、这两个看着都想吃啊、哦。然后还有呢？牛腩和牛蹄筋是新鲜的啊，做干锅牛腩。好，这个呢点一个。嗯，我们三个人呢。关姐、嗯、还有马师傅、嗯、这还有呢米粉肉的话米粉肉也是合肥这边点的是吧、看一下、好来一份三个菜了啊、关姐我自己点了啊我们再点个素菜好再加个素菜好的关姐喝酒肯定要喝酒啊好那再点个素菜看看素菜随便吧你看着烧我要这个菜这道菜客人来都吃不下来哦都要点吗必点菜啊对烧好的呀！起锅烧油，这个叫炸鱼锅。对。你们家饭店做了多长时间了？半年。烧开了啊。嗯。那下一步呢？下一步要20分钟后，出锅就能吃了。好，那我们等着。合肥这边土菜馆很流行这道菜，牛肉锅。还有一个炸鱼锅，哇，这谁受得了？给他拉瓶老酒尝一尝啊！什么酒？老明王合肥小茅台嘛。哦，有名，这酒怎么？这酒怎么样？这酒？看一看吧。酒花我也看不懂啊、哦，反正就很漂亮。哎，对对对对对。好，来，关姐，我想尝尝这个酒啊、哦。今天就喝这个嘛。好，来，关姐。味道怎样？味道，河北话怎么讲？确实好吃。选一个。选一个啊！第一次跟关姐吃饭了。这是老酒啊。有点稍微淡点甜味还是有点的。我酒量不行，慢慢喝啊、哦，慢慢喝。关键你用合肥话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我的妈嘞，就他的炸肉，还有点牛腩说的那种火腿肉片，哎，再配上点老酒，你这感觉，今天去吃，你这现在可想再来一次。合肥话上头哈、哦，没听懂，就喜欢关键的合肥话，这才叫炫酷。不太管就要这么吃，合肥的米粉肉。这个鱼子蛋子啊、我爱吃鱼子啊不泡啊又来一碗啊老板还配了一个超级下饭的萝卜干这哪能受得了太下饭了，又吃完了。你少脏哎！其实肚子已经很脏了，但是还想吃，停不下，根本停不下。再来吧，碗小嘛，不是我能吃，这碗太小了。关键我这吃三碗合适吗？这是不是第四碗？第三碗。鱼泡，我就爱吃这个鱼。这个炸鱼锅，这个炸鱼锅好吃。不干了，不干了啊！我要好好吃了。王袋主啊，太好吃了！但吃了5碗米饭，还这么多吃不完的，必须要带走，回去慢慢吃。